现在场上是由陈振雷先生带着他的弟子及再传弟子们表演陈氏太极拳。几十年来，陈振雷先生凭借着民族文化家传技艺，传承责任和担当，影响了自己的家庭、妻子、儿子以及两个女儿，团结了一千余名弟子、万千人再传弟子，致力于太极拳教学四十余年，在五十多个国家设立了上百个教学分支机构，他们共同打造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陈振雷太极体系，吸引了数百万世界各地的太极爱好者走向中国，走进陈家沟，为文化、旅游、体育等领域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陈振雷先生的著作和教学资料被翻译成英文、日文、韩文、法文、西班牙等等九种文字，将民族的传统文化传遍世界各地，为世界送去健康与和平的理念，为打造世界命运共同体而不懈的努力。好，谢谢，感谢陈振雷老师、陈媛媛老师、陈娟老师，谢谢。